спинку мозгу, не с годами ми.天哪，是遗传足迹，我就知道这里有东西。你们被跟踪了？不是我们。那这又是什么？看来我们中计了。真难闻，是什么？是杀虫剂。你拿杀虫剂做什么？甜菜头教授，我早就怀疑在我们的实验室里似乎生活着什么动物。你看，昨天晚上天黑之后，我就悄悄地往桌上撒了一些面粉。那然后呢？你看，桌上有这个，是足迹，所以我想把他们都消灭掉。他们是谁？难道你还没有猜到吗？就是蟑螂。原来他以为火神哥是只蟑螂呢。哎，那为什么你认为是蟑螂干的呢？不然是什么？小蜘蛛。嗯，我挺喜欢小蜘蛛的，它们很可爱。可是蜘蛛网在哪儿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说，那一定是蟑螂。真难闻，那个又不是什么东西。那个呀，那个东西叫做气瓶。喷雾是由很小很小的水滴和颗粒组成的，它们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时间。灰尘、烟雾，这些都可以在空气中悬浮。人们很早就学会使用喷雾了，比如说用来存放防蚊子叮咬的液体，把这种液体装入瓶子中，并往瓶子中压入气体，只需轻轻按喷头，气体就会把液体挤到外面形成喷雾，以悬浮物方式浮在空中，防止蚊子叮咬。如果莎莎再不赶快停止的话，她会把螺丝钉家族全都毒死的。那我们就把她的气瓶给弄坏吧。不可以，我们不能这么做，要不然我们把杀虫剂气瓶换成装着喷蚊香奶油的瓶子吧。我们必须要让莎莎以为那些足迹不是蟑螂的，是蜘蛛的。她说她喜欢蜘蛛。好办法，让我们去找小精灵。喷雾用途多样，适合做成各种东西，通过小气瓶进行喷药的方式来治疗喉咙疾病，非常的方便。当然，这种气瓶也可以用来喷香水，或者是喷除臭剂，用来除去物体上难闻的异味。另外，灌喷漆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，由它喷涂的漆面会很均匀。有时候气瓶里装的甚至是食物，但是有的气瓶中很可能装的是有毒的杀虫剂，比如毒死蟑螂的药，使用时千万不要搞错了。除了不要拿错瓶子之外，还有一点要记住，气瓶必须要妥善地加以处理，不能随意地将气瓶撬开摔碎，或者是用利器击穿，也不能将气瓶加热或者是置于火中燃烧。要知道气瓶里填充的都是气体，气体受热很容易爆炸。小精灵你好。急需要你的帮助。等一下，你不用害怕的，小精灵，我们是朋友不是吗？你一定会帮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又有新的足迹了，可恶的蟑螂们，这下有你们好受的了。好了，小精灵，该你上来，快跑。小蜘蛛啊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交个朋友？大功告成，真希望他能停止在实验室里四处乱喷杀虫剂。可怜的小家伙，我差点把你毒死了。小蜘蛛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做朋友吧。做得非常好，小精灵，
交朋友得交我们这样的。你等一下，他生气了，他差点因为我们被喷了杀虫剂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，向他道歉吧。学一学如何跑得更快啊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只要有正确的健身器材。你需要的器材就是一台跑步机。太好了，哪里可以找到呢？自己做。为了不出家门就可以锻炼身体，于是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。比如说，这是一台跑步机，可以让人们长时间的在上面跑步或者走动，但却不发生位移。跑步机最主要的部分是这条环形带子，而它是由电机带动的。更为智能的跑步机还可以调整你奔跑的速度，测量你跑了多远的距离。更高级一些的跑步机甚至可以监测你的心跳和健康状况。做好了，大功告成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训练吧。如果你一直像这样转得这么慢，那我就永远都跑不快了。你转的也太快了。好了，我差不多知道了，现在可以了吧。经过好长时间，你已经练得够久了。不行，还得继续。转不动了，我们休息一下。还没好呢，快接着转。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健身器材供大家使用。踏步机就像踏在滑雪板上，它可以帮助锻炼手和腿。用划船机锻炼就好像真的在划船一样。在动感单车上锻炼，就像在下雨天或者下雪天，你也可以踩动踏板进行锻炼。健身房还有一些别的力量器械，这些器械可以帮助你锻炼出强健的肌肉，也可以让身材变得更完美。顺便说一下，想锻炼身体当然也可以不使用这么笨重的器材，还可以选择使用一些简单的器材，或者随意借助房间里能找到的东西。可以用单杠训练引体向上，可以爬爬楼梯或绳子，另外还可以用跳绳、杠铃、呼啦圈、各种球类等等。最主要的是不要偷懒。你们要挺住啊，可别抠鼻子。你下和谁呢，火神哥？等着瞧，看谁赢谁输，是吧，宪团姐？我会尽力的。宪团姐肯定会超过小诺的。我们需要加油了，接力比赛就要开始了。各队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各就各位，预备。火神哥加油！火神哥加油！火神哥加油！好，加油加油，你快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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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火神哥加油加油！数码弟，你竟然连小溪都跑不过！
们就要赢了。小诺从来没有跑赢过线团结。我看他能追上线团结。请所有的选手都登上领奖台吧。